噔噔噔，好可爱哦！这个60几万，有。算命们准备好心脏暴击了吗？没有错。 这些都是什么？板妹来，你告诉大家，这些都是还没有时间开，对不对 ？Tommy's money， 他的 money 不是 money， 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他还问我，我怎么知道是什么？观众朋友，你猜猜看是什么？哦，知道，我想起来了，哦，妹妹宝莉那个要不要在这里呢？对啦，2、3个月前买的，2、3个月前呐，包色的样子，哎，先来白色是不是？哎，迪奥不用钱是不是？各位。 看姐，这些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我靠，13、14、15啦，16啦，看一下，哦，哎，哦，应该是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呀，黑的很有个性呢，敢买呢，漂亮，懂买，我们这么随意会不会酸民受不了？不会啊，啊，等一下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 小姐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啊！有人呐，录影录到，你老公在是怎么样？你要买新包包啦！很贵啦，这很贵，先不要，这只有2、3百万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怕我老公受不了。2、3百万，一定要心脏。你看呐，思佳姐太大声了。 这样哦，啊，一定要看啊！老公都生气了，一定要看啊！都生气了就开始。反正我等下就坐车回台北了。还是我们同时，有点来不及了，有点来不及了。史上最随性的开箱啦，吼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进的，快进的。哦哦哦！是你的菜。 这是你的包，你看你先不要冲动，这里不是有一样的？看啦，哦，这个要买，这个要买啦。哎，你们看不懂都觉得这个包包可爱哦，很可爱啊。哦哦哦哦哦，是什么？啊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心脏暴击，小背包。 这个60几万，要人家特殊的对啊，是这样子，这个蛮贵的。哎，果然这3个就破百了。嗯啊，什么破百？破300？哎呦，这也是最新的哦。有没有？却买19啊，太多美亚在这里，不是我要说，嗯，我绝对打死不买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高级美亚 ，OK。 Thank you.